这一次的这个汉首领的特殊相遇这个活动，很多人都问小编说，哎，为什么怎么打都打不过？那在上一段影片，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，就是不论你的强度如何，你一定要先把小怪打掉，而且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不够的话，建议是先带洪水多一点，或者是橙水进去哈，因为里面的怪物它会非常强，而且小怪通常攻击的那个频率啊，跟它放魔法的频率会比王会比 BOSS 还来得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今天是已经是第三场了哈，那 BOSS 是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蜘蛛。好，第三场是阿勒尼亚，那我们先买。那小编现在用的这个角色呢是64级的黑妖，哦，等级没有很高，然后能力的话基本上也算是，蛮新手的这个能力了，就是基本装而已，哦，装备都只有基本装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些很基本的这样子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对大部分的玩家来说都不会差太多。那我自己评估起来，我是觉得，打 BOSS 应该不是问题哦。那其实主要还是在待会进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打。好，那为了这个打得顺利呢，所以我在一开始之前，我都会习惯先把那个有一些魔法效果啊，或者是那个卷轴啊，好，都把它吃一吃。好，那确保说待会进去的时候可以用最有效率的速度去打怪，而且也比较确保它不会就不小心打死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瞬移进去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一样的就是它会有很多这个小怪嘛，哦，那我们一样先清小怪。哦，大怪的话其实看起来很大只很痛，但是事实上它不痛，这些小怪才是让你觉得才是让你麻烦的地方嘛。好，那我现在被它定住了。好，阿勒尼亚他会用那个网子哦，把你定住。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现在目前来说，虽然说血在扣，可是还是补得回来的。那他待会还会再召唤第二次的小怪。好，那目前看起来血补得回来就还可以了，所以可以看起来是这只打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主要就是一开始一定要清小怪，就是这个是重点。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啊，一定要清小怪。好，那哦，现在小怪来了，来，我们先移。如果说有些人呢，你可能真的打不过的话，你可以先拖，把怪拖到角落。哦，那这时候因为阿勒尼亚他本身有两个攻击啊，所以他一定打得到你。哦，那小怪的话，至少你不会被围殴。哦，你不会四面八方都被围住。那今天的话，他召唤的这些夏洛伯、杨古里恩呢，数量比较少，所以，不像昨天的第一场了哈，第一场丽卡温，他召唤的狼人比较多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召唤狼人比较多。那这个蜘蛛的话，他召唤的比较少，所以还可以。好，那如果召唤怪小怪多的话，就跑到墙角去。好，跑到墙角，我现在到墙角了嘛。好，我在墙角了。好，这样子打起来其实就很顺利。你看我现在血基本上不怎么扣了，就大概在这边上上下下而已。好，那这个 boss 的话，一定要打得比较久，这是一定的啊，这样就死掉了啊。所以难度基本上，后面的 boss 我只能说会有比阿勒尼亚还强的啊，甚至小怪都会放魔法。哦，那这个大家自己要去注意。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，就是橙水拿出来用，不要省，那橙水拿出来用，因为你这个卷轴啊。死掉啊！卷轴一次用完之后，它就消失了。那如果你在这边打不过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浪费掉那一次的这个打到奖励的机会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次重新讲一次重点。第一个是你进来之前，最好是把 buff 通通放上去，然后加速的啊，增加攻击力的啊，或者是一些料理啊这些先放上去。那第二个是，能力不够的话，建议一定要把水带齐，洪水多带也好，橙水也要多带一些啊。譬如说，你可能一场下来嘛，50罐其实差不多了，你就大概准备一下，多的再把它存回仓库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进来之后，一定要先清小怪，哦，小怪先清，因为小怪数量多，而且它的命中其实还蛮高的。
啊，那你在清小怪的时候，大怪会那个 BOSS 会打你没关系，因为 BOSS 他攻击力还好，主要都是在小怪。啊，小怪人多围你就一定比较痛了，啊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那一样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副本把它解过。那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当然也是打到宝物了啊。那感谢大家收看。